在6月25日播出的人气歌谣中， IVE 凭借先曲 I Am 获得一位。 I Am 虽然是4月10日发行的歌曲，但两个多月后仍然保持着超高人气。但遗憾的是，当天的节目 IVE 没有出演，因为在台湾举办粉丝见面演唱会。 IVE 台湾演唱会和粉丝合影留念，台下粉丝准备应援物料支持 IVE。近日 TWICE 在美国休斯顿举办演唱会和现场粉丝合影，以及在后台合影留念。